儿子回来啦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庞小琴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为什么？为了耿溜子。真的假的？那怎么分手还因为耿溜子？庞小琴跟耿溜子好上了，我跟庞小琴分手了，这下您满意了吧？满意。哎呀，儿子，我原先就跟你说过，庞小琴她不适合你。这就说明一个问题：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什么样的人就得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这是有数的。儿子，别难过了，啊，过一阵儿就好了。你在厂里的事儿啊，你卢叔叔跟我和你爸都说了，郭连华对你挺好的。你想啊，一个厂长的女儿放下身段，主动对你示好，那说明什么呀？那说明他心里有你呀，儿子。听妈的啊。这找对象啊，一定找一个爱你的，比找一个你爱的要强多了。这两者呀，可有本质上的区别。啊，哎呦，别难过了，也别这么垂头丧气了啊。你以后就会明白了，你今天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，听妈的，没错。妈，庞小琴不要我，难受。我知道你难受，过一阵就好了。啊，韩总，韩总，咱们可不是第一次合作了。我之所以把公司从上海迁到江汉，我为的就是做这个钢材生意啊。而且我有渠道，我是直接从江钢内部拿货，所以说无论是从质量还有价格，您绝对放心。而且哎，我们可以保证，只要是市面上有的，您需要的，我们都可以保质保量的为您提供货源。齐总啊，咱们可是老朋友了。如果不相信你的话，我也不可能大老远从上海跑这儿来。是，那是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感谢，感谢啊。齐总，酒量不好，你少喝点吧。是，齐总是不胜酒力啊。倒酒，来来来，齐总，不能喝，少喝点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倒酒啊！来，看得出来，你齐总也是性情中人。就冲这个，下个月啊，我一个项目开工，所有的钢材全部用天星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，那我必须敬您一杯了。来来，过去。韩总，您看我们齐总是真的不能再喝了，这么好的酒我也想分享分享，要不我替齐总陪您喝一杯？就你。就是一婷，你别捣乱。韩总那是贵宾，我得亲自把韩总陪好了。齐总都这么说了，我一定好好陪韩总喝。要不这样吧，您喝一杯，我喝三杯，怎么样？哟，齐总真是有什么样的将军，就有什么样的兵。好。这个面子，我给你。哎呦，那就谢谢韩总了。来，干！我先干为敬。好，好。虾姐，虾姐，哎，齐总，慢点。哎，虾姐，怎么了？又喝多了？来，我去给他拿毛巾擦一下啊。嗯，是吧？嗯。哎。
老主任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这批带钢存在张力和强度不够，抗凹能力也不达标的问题。现在客户不仅要全部退货，还提出赔偿要求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你问我，我去问谁？产品质量出现了问题，你怎么就断定是我们冷轧的问题呢？你们的产品是直接面向客户的，我不找你找谁？让你们生产技术科去查找原因，如果确定不是你们的问题，你们再去找上游去查清问题。哎哎哎，哎，万科长，这个成品到底为什么会出问题啊？那原因可多了，生产每一个产品都需要很多工序，哪一道工序出问题都会产生质量问题。那怎么查呢？一项一项查呗，反正每一个钢卷都有它自己的保证卡，跟身份信息一样，能追溯到每一道工序，是谁的责任谁都跑不了。他这个直径是154，这是172，他一定有偏差量，不一样。科长，葛主任，化验室的检测报告出来了。太好了。主任呐，这个化验报告结果显示，这个送检的样品中啊，您瞧这个铬、镍、钼等元素含量不足，但这个碳和磷含量超标。这基本上排除了我们冷轧工序的责任了。老万，你带着检测报告和质量保证卡去一趟制造部和生产部，让他们安排时间，我们跟热轧厂的技术科对接一下。好嘞。进。齐总，这是我刚冲的蜂蜜水，您喝点解解酒。谢谢你昨天晚上帮我挡了这么多酒，不然我肯定起不来。齐总，您太客气了，帮老板挡酒是我应该做的，况且我对自己的酒量还是有点自信的。我对你的酒量也有自信。昨天晚上是你把我送回来的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昨天我回家的时候，我家小保姆说我身上有口红印儿啊。一定是我扶您的时候不小心蹭着了，西雅姐没误会什么吧？没事，她没看见，我家小保姆给我擦掉了。啊，那就好。齐总，下次我会注意的。没事，反正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对了，齐总，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的签字。那个检测报告大家都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老万，你们冷轧厂先说一下吧。啊，兴华，向在座的各位专家和领导们汇报一下情况。好的，万科长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仔细地研究了冷轧厂、热轧厂技术科提供的检验报告，以及客户提供给我们的样品照片和报告。经我的推测，我觉得这次事故造成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炼钢环节。由于钢水在加入合金的过程中造成了过量的损耗，所以导致这批汽车面板钢在质量上存在诸多问题。厂长，我跟你好好汇报汇报。这次兴华表现的是真不错，你想想啊，在那么多的专家领导面前，那态度是沉着冷静，语言条理清晰，报告内容详尽，这非常具有技术专家的风采呀。不错，确实不错。卢师傅过奖了。其实这都要感谢万科长平时对我的器重和栽培，更要感谢郭厂长、卢厂长，各位领导给我一次崭露头角的机会，大家对我的信任与关怀，我永远铭记于心。我一定好好努力。来，
我敬各位领导一杯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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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吧，好好。哎，坐吧，坐好，是不是？呦，好，哎呀，国政啊，新华这孩子从小让他母亲给惯坏了，他能变成现在这个样，多亏你的教育和培养啊。哎呀，师哥，你说这话就客气了，那以后呢，就是一家人了啊，那提携小辈那也是应该的，你说对不对，国政长？今后要想有更大的发展，还得靠自身的努力啊。哎，啊，好，我记住了。哎，那咱们再喝一个啊！来来来，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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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张主任，冷轧热轧以及你们技术科的检测报告，你们已经看了。造成这批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的原因呢，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合金含量不足，各金属元素含量没有达到标准，才导致的产品性能下降。啊，好，你放心，如果是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也不会推卸责任啊。这样吧，咱们去会议室谈谈。好，走走走。林辉，出什么问题了？前些天啊，我们生产的汽车面板钢出现了质量问题，下工序来追责了。那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合金元素含量不足，导致这个钢板的强度、张力还有抗凹性能啊，技术指标不合格。那这个是合金工的事儿啊。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造成这个合金元素含量不足。添加合金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偷工减料，到底是哪方面出的问题？看你这样，肯定又得弄个水落石出了。嗨，不整明白啊，我这心里不踏实，毕竟是我们整个班组的事儿。行，那你就好好琢磨琢磨，我那边有工作，我先过去了啊。行，你去吧。王鹏飞，你干了多少年合金工了？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错误呢？组长，添加合金的时候该注意的损耗我都计算进去了呀。那怎么还会合金含量不足呢？我不知道啊，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取料加料都是我一手操办的，而且肯定不是我的问题。而且刚才我还按照钢总的合金配比又计算了一遍，结果还是没问题。没问题？没问题，下到工序会找上门来吗？师兄啊，我觉得有可能不是王哥的错。你少替他说话。我没替他说话，刚才我去合金斗那儿逛了一圈，我发现那匝道里有掉落的合金块。对呀，我把这个给忘了。有时候转入合金斗的恶式阀煤灌盐下入合金，在进斗的时候就会有合金从加料斗掉入匝道。你这么说还是你的问题了？我在操控室里又看不到。看不到有理了。是。切，咱们班组这个月的工资又要被扣了。越来越能耐了你。合金掉进匝道，如果能有报警装置提醒的话，这个问题不就可以杜绝了？我给恶式阀设计了一个报警装置，电路原理比较简单，我已经设计完成了。但是这个恶式阀的结构和实际应用方面呢，我有很多地方不清楚。你比如那个闸门的开合极限，还有这个警报触发点的安装位置，都得请你帮我设计一下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因为这个厂子很复杂，就人际关系，我希望你呢不要考虑这些。合作愉快。希望再次合作。
坐好了。可以啊，你看看怎么样？真好。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你做的当然没问题了。行。吴厂长，这段时间路况比较稳定，无改钢无回路，太好了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厂长，哎，我有事儿跟你们说一下。啊，哎，在这儿。不，走。啊，好，走。詹师傅，嗯，从图纸上看，这电路设计和工作原理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嗯，行啊，云辉啊，我们就随便一弄。随便一弄。哟，这随便一弄就弄出来，你这是谦虚还是骄傲？厂长啊，你怎么说我都行啊。那你看现在，詹师傅，看这样，你们把这个报警器安上以后，咱们实际测试一下。对呀，说多了没用，是骡子是马，咱们拉出去溜溜就知道了。嗯，好。好了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厂长，检查完毕。好，开始吧。开始。测试阀打开。过来，再试一次。测试阀关闭。打开。测试阀打开，运转正常。吴厂长，照这样再试几次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就可以在全厂的测试阀上安装了。嗯，干得不错的，有你爸当年的风采。厂长，你过奖了，我哪能跟我爸比啊？差太远了，这就是个小发明。小发明解决大问题，还谦虚上了。时代不同了，你们现在年轻人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我们当年呀，而且目光比我们长远的多呀。那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呀，而且这个报警器如果没有庞小琴的帮忙，我一个人做不出来的。哦，对了，上次那个煤气那个点火装置也是你们一块搞的？对，就是他们几个。哎呦，配合还挺默契啊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个一个人再聪明也比不过集体的智慧。说得好啊，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咱们江钢能发展到今天，靠的就是集体的智慧。不过你们可不能满足眼前这点成绩啊，还得努力。厂里对你们期望非常高啊。厂长啊，您就瞧好吧。这次测试阀报警器的发展成功，离不开庞小琴的帮助和通力配合。刘子，你觉得你这次测试成绩怎么样？自我感觉还不错，应该在90分以上吧。这么自信啊？我一向都很自信啊。盲目自信就相当于自负，总比没有自信好吧？到你嘴里什么都有理啊。那说明真的是有道理。哎，小琴啊。你晚上有事吗？没事儿，怎么了？今天不正好休息吗？我想请你看电影。看电影？什么理由啊？啊？还需要理由吗？当然啊。这个，我
就当是咱俩第一次。知道了。我还没说呢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咱俩第一次。明白了。不明白。没明白。那你是？几点的电影？七点半。电影门口等我吧。那说定了。啊！王小琴，嘿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们也来看电影啊？对对对，我们来看电影。哦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郭莲花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听新华说起过你，我也听说过你，郭厂长的女儿嘛。你一个人呀？哦，不是，我跟我来的。小琴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事儿。我也刚到一会儿，哎，好的挺快的，再快也没你快啊，尤其是你这攀龙附凤的本事，我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想要别人尊重你啊，你得先尊重别人。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因为她是我女朋友。走吧，小琴，马上开演了。对了，你俩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一声呗，我好随份礼。另外，谢谢了。新华。咱们也进去吧。哦，哎，莲花，要不咱今天晚上不看电影，我请你去吃宵夜，明天咱们来看好吗？不看了。啊，行吗？行。好。明慧。你说这个于战豪真是太有个性了哈，野蛮粗鲁不讲理，做事情呢还不计较后果，但是这些人家都基于一个前提，都是为了九儿。尤其是每次他看九儿那眼神的时候吧，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你是不是被他迷住了呀？那当然了，这样的男人很多女人都会喜欢吧。请看《炼钢工人》版，于占鳌。不一样。以后我也像于占鳌那样保护你，好不？其实呀，我跟于占鳌挺像的，他呢就是外表比较粗犷，我呢比较有文化气质。你俩根本就不是一类人，好不好？打进。居西雅。
多大了还玩这个？哎呀，你就不能假装叫个救命？我这样的人家劫财还是劫色呀？劫财劫色我都要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结婚以后还真是变了。变什么了？变坏了。哎呦，说的跟自己多淑女一样。那以前上学的时候是谁喜欢我们班班长，又是谁让我递的纸条啊？哎，这都猴年马月的事了，还提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不提不提不提。哎，你今儿下午有空陪我去逛商店呗，晚上我约了一个客户，顺便给他买个见面礼。不是你现在了怎么还约客户？你都怀孕了非得当个副总，瞎折腾什么呀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，能为其他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吧。走吧，咱俩坐会儿吧。肯定有事儿。你这个状况，你就说吧，跟我还有什么扭扭捏捏的？庞晓晴，我爱上耿月辉了。当时什么事儿呢？那不挺好吗？一个未婚，一个未嫁的。合适，那他知道吗？那就更好了，你情我愿的。哎呀，纠结什么呀？我跟大爷一起经历了很多，那种奋不顾身的感觉，真的很难自拔。的确，他会让人奋不顾身，难以自拔。嗯，是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想太多了。我跟六子之间的感情你最清楚。是，我曾经很爱他，甚至为了他嫁给了齐天。不怨谁，那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还记得结婚那天我跟你说的一些话吗？我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终有一天他会放下，我也会。我们现在都被现实给放下了。哎呀，看来我现在的选择也不错啊，不过的也挺好的嘛。你能祝福我吗？当然啦，一个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一个是我曾经的恋人，都是我在意的人。你们能走到一起，是我愿意看到的结果。傻啊你，别纠结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溜子怎么运气那么好呀？被你给看上了，是他的福分呢。我一定会照顾好他。那个，我代表我们耿家，啊，热烈欢迎庞晓晴同志到我们家来做客。谢谢叔叔阿姨。来来来，好。哎呦，哎，嗯，哎呀，吃饭吃饭，别老这么盯着人家看啊。我喜欢吗？还不行。小琴，你别见怪啊，这阿姨啊就是越看你越喜欢。谢谢阿姨。刘子，别傻笑了啊，快给人小琴夹菜啊。啊，对对，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夹菜。小琴吃这个啊，鸡腿，鸡腿是阿姨的拿手。谢谢阿姨，谢谢叔叔。
多吃啊。小琴，这个我想了一下啊，你好像跟溜子认识时间不短了吧？嗯，得有个十来年了。哎呦妈，你这是把小学、高中，恨不得这个上班也算上了吧？你呀，少插嘴。小琴，你看你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又这么熟悉了，不如啊，你俩就把这事儿定下来。哎，你这个当妈的也太着急了吧！你别跟人姑娘吓着。你不着急，我还着急呢。这小琴这么好的姑娘，这万一跑了呢？嗨，这个小琴啊，说真话啊，你能看上我们家溜子，那是他的福气。嗯，所以这阿姨的心情啊，也希望你能理解。阿姨，谢谢您这么喜欢我。啊，但是我跟溜子的事儿吧，我妈那边还不知道呢。哦，妈，我跟小琴啊，平时要上班，晚上还要读夜大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等我们读完夜大，清闲下来，然后呢，再安排你们家长见面。嗯，咱们得听溜子的。嗯，他们这年轻人呢，都以事业为重。你别跟着瞎掺和了，啊！行吧，那小琴，如果我们溜子要欺负你了，那一定告诉我，我保证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。行，但是我觉得溜子肯定会对我好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向你保证，你指东，我绝对不会说西；你要说路，我绝对不会说马。好，我哪有那么霸道？哎，态度啊，态度很重要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个，咱们把杯子端起来，啊，希望他们这对年轻人呢，互相帮助，啊，携手共进，啊，好，咱们干一干，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，欢迎小琴啊，谢谢叔叔阿姨。主任，您来了。哎，嗯，师傅，您来了。哎，没大没小的，叫主任。师傅就是当上厂长了，不还是咱们师傅吗？对吧，师傅？行啊，行啊，随你随你。啊，练的怎么样了？多少？师傅，含碳量是0.085%。嗯，不错，有进步。您师出高徒吗？你有什么可得意的呀？我跟你说，什么时候能练到10万分之1的时候，你再翘尾巴。放心吧，师傅，那一天迟早会到来。你小子，行，跟我来一趟，跟你说点事儿。好，部长，我去一下。去。坐吧。师傅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严肃，还到办公室来说？哼，肯定是大事儿啊。刘子，你有没有想过入党的事儿啊？想过啊，我在大学的时候玩积极分子，只不过后来……哈，你的事儿我都知道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谢谢师傅。虽然你来厂的时间比较短，但是你工作努力，优异的事情也不少，厂里领导对你比较肯定。这样吧，你回去写一份入党申请书交上去，怎么的，也得向党组织表个态度吧。明白了，师傅。
大了。哎呀，走吧。恭喜你们啊，终于走到一起了。之前你无论出什么事儿，都是西雅给你兜着，得谢谢西雅。谢谢你。吃吧你，堵住你的嘴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哟，好巧啊。齐天，韩总，你们也在这儿吃饭呀？是啊，韩总这次给咱们公司可带来一大笔生意啊。那真是谢谢你啊，韩总。西雅，这回就见外了，都老朋友嘛。你好呀，耿云辉。你好，齐天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好久不见了。哎，你们都坐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一会儿跟服务员说，这桌单啊，我买了，最好的菜再给这桌上一份。不用了，够吃了。老朋友聚会，咱们家可不能小气啊。就这么定了。谢谢啊，慢用。各位慢用。齐天啊，不高兴？没有啊。韩总，那个耿云辉就是西雅姐的前男友。哦，他就是耿云辉。难怪听那名字这么耳熟呢。齐天啊，这你得跟西雅说一声，都已经结婚了，就不要跟以前的再来往了，免得让别人看见，多不好。没事儿。他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，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爸，嗯，您老过目。什么呀？初级工程师资格证拿到了。哎呦，不错啊，看来这两个月你还是挺努力的啊。当然。怎么样？我说的没错吧？只要咱儿子认真了、努力了，就没有别人什么事儿了。行了行了，夸钱儿你没边儿没眼儿的。小花，我跟你说啊，别因为取了这点小成绩你就骄傲，咱们江刚可是卧虎藏龙，人才聚集啊，你千万啊不能放松努力，你这是万里长征迈出第一步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一好消息告诉你们，卢叔叔已经跟郭厂长提过了，准备把我调技术科去。啊。真的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儿子，是不是你听我们俩的没错？这要是当初你跟庞小琴在一起，能提升的这么快吗？行了嘛，我一提庞小琴你就不高兴。儿子，你听妈的啊，好好跟郭莲华相处，别想其他的。啊！哎呀，我知道，行了，你说那么多没用了干什么啊？我跟你说，今晚上我亲自下厨，炒两个好菜，我和儿子好好喝一杯啊！好事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爸呀，这是一百年都没下过厨房了啊，高兴啊，这是。西雅，啊，你这马上就当妈妈了，什么感受啊？哎呀，就盼着他一天一天长大呗。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他的，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他。母亲太伟大了，真好。你要是想啊，就赶紧抓紧点啊。齐总，咱们接着喝。来，韩总，您就别让齐总再喝了，他已经差不多了。这样吧，咱们还是老规矩，我替齐总喝。嗯，那叫老规矩。1:3，韩哥，你这太欺负小婷了，还是我来吧啊！我跟您喝。齐总，没关系的，不就是几杯酒吗？为了你，我毒药都敢喝。呵，说得好！哎呀，这秘书啊，太棒了，我都羡慕了。哎，您说笑了，您说来喝。那女孩谁啊？啊，她秘书，头脑灵活。口才也不错，看来酒量也挺好的啊。慢点啊，不用不用，自己来。谢啊，时间也不早了，
咱们也吃的差不多了，你也得赶紧回去休息，咱们就先散了吧。也行，反正知道你们在一起啊，是我最近听到最好的消息。那咱们就先走吧。好，我们走了啊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安胎。知道了，没事的时候咱们常聚啊。你们先走吧，我们再过去打个招呼。行，走吧。你慢点啊，路上。走吧，拜。写进单词里，以会心一横的方式跌宕多年，但理想的夏天雨中奔跑，以你为梦为梦的少年，把别离的月锁进成长里面，以爱而不得的名字遥望我眼，在重逢的季节撑着雨伞，满身疲惫疲惫的少年，可怎么可以输给你那个少年？答案不在这里，清冽余生，此刻怎么可以输给你？